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今天也跟我一起玩吧。凯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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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朋友们，今天呢，艾丽跟大家一起玩的是最近在网上很流行的，那就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需要的材料，那材料就来吧。今天需要材料的是，首先呢需要水，然后盘子，然后勺子，然后白板笔。大家知道吗？用这个来玩什么？哦，有些朋友们已经知道，有些朋友们哦不知道到底用这些来干嘛呢？那现在集中的看一下吧。好了好了，其实呢艾丽也在网上看了，然后艾丽从来没玩过，所以今天艾丽也非常非常的期待。那首先呢这样吧，在这个勺子上面要画一下自己想要的。那首先呢我要画一下我对朋友们的爱。朋友们，现在艾丽不是在勺子上面画了爱心吗？那怎么玩呢？在这个盘子上面要倒点水，够了。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？你们猜猜，艾丽到底怎么做？就是把这个勺子放这个水里头。如果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画要删掉，对吧？不过不是，看一下，哎呀，非常非常的期待，真的！这个水上面，水之后就真的浮起来了，哇，这个怎么可能啊？我是不是在这边写字的话也可以吗？试试看一下吧。OK， 不，这个是不是可以啊？是什么意思？是爱，爱字的爱。因为朋友，我知道了，因为这部分呢，这个字啊，连接的部分比较细的话，就不会成功的。因为你看这个爱心啊，是不是一个整体嘛？这样的是 OK 了，不过这样是不行啊，好可惜呀。不过呢，没关系，那继续我们画一下。艾丽有其他的颜色，那这次呢要黑色，试试看一下。星星，朋友们，这个星星也是一个整体的吧？那这个也试试看。朋友们，刚才爱丽丝失败了，为什么呢？就这个白板笔画以后呢，要等干以后要放进去吧啊！朋友们，帮我吹吹，谢谢谢谢大家，好。呜、哦。好啊！呀，
那要不这次要换一下小艾丽，试试看小艾丽哦。嗯 ，OK， 小艾丽呢长得什么样子呢？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是长得这个样子的。OK， OK。大家谅解一下，虽然小艾丽的长得不太像，不过这个小是很小，画不了。不是艾丽画的不好。好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对吧？好，那就等一下，等它干完以后要放在这个水里吧。啊，对了，朋友们，放这个水里之前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你看这个小艾丽的眼睛，然后嘴不是跟其他的部分连接的吗？所以可能如果放这边去的话，小艾丽的眼睛去哪儿？要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。这个也请谅解一下哦。那差不多刚好了。放水里去吧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啊啊，朋友们，等我一下，这个再试一次。OK， 朋友们，第二次挑战，这次呢能不能成功？大家看一下。是不是这次呢太干了，对不对？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失败了，所以呢，朋友们，大家看好了吧，一定要画整体的才可以哦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方法，其他的方式来玩一下哦。好了，第二个方式是什么方式呢？刚才呢，艾丽不是在这个勺子上面画了吗？这次呢，在这个盘子上面要画一下哦。现在呢，阿里想吃什么？想一想哦。我想吃水果，现在有点渴。然后呢，现在阿里需要维生素。那阿里喜欢的，先画一下芒果。芒果是不是有点像这样子？OK。有一个这个绿色来，要画一下绿色葡萄，葡萄呀。挺好的呀，挺好的。接下来艾丽喜欢菠萝，菠萝呢很简单呢，就这样，然后
应该这个菠萝是不行吧？不过没关系，试试看一下吧。哒哒，那在这边也是已经都画好了嘛？在这边怎么弄啊？一样，九，哒哒，来开始了，倒水啊！芒果成功了，果然，艾莉不是说了吗？玩这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整体的，一定要画整体的才行。菠萝当然不行，葡萄也有点危险了，因为一个一个连接的部分很少。看一下芒果，果然芒果成功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，是芒果果冻啊！哇，因为刚才我成功了，所以盘子给我这么神奇的礼物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一会儿要吃啊，拜拜。